太阳哥哥。芭乐、芒果、橘子和龙眼有好多好多的水果，你们知道种在哪里吗？没错，就种在爷爷的大果园。现在小朋友一起来跳这首《爷爷的大果园》。有个大果园，种满芭乐、芒果、橘子和龙眼。老家门前有个大果园，爷爷说要感谢我们祖先。阳光、空气和雨水，土地长出了美味。前人辛苦地种树，今日收成真甘甜。微笑喊地哼着歌，兄弟姐妹一起喝，结实累累齐丰收，孩子笑声满天乐。说要感谢我们祖先，阳光、空气和雨水，土地长出了美味。前人辛苦地种树，今日收成真甘甜。微笑喊地哼着歌，兄弟姐妹一起喝，结实累累齐丰收，孩子笑声满。快来拿宝藏！耶！一起玩猜谜，开始啦！我是眼睛永远闪亮亮、亮晶晶的闪亮亮。我是眼睛雾蒙蒙、花噜噜的小巴。小巴的眼睛又不舒服了，会不会是沙子跑进眼睛啊？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帮小巴的眼睛吹一吹，一二三。哦，好凉哦！是谁喷口水啊？不过啊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我的眼睛不舒服，不是因为有沙子在里面了。上次是因为打蚊子没有睡觉，那这次是因为什么啊？这一次是因为我挑食啦。小巴，你不喜欢吃什么东西？这个啊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啦。我们现在赶快来玩猜谜吧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。一堆土，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不喜欢吃的蔬菜啊，要用土才可以种得出来哦。原来小巴不喜欢吃的是一种蔬菜，挑食不是好习惯呢。对啊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喜欢吃的？有什么？辣椒、蒜头、蒜头。原来小
小朋友也都会挑食哎。耶，小朋友跟我一样都有不敢吃的东西耶。那小八再给大家一点提示哦，今天要猜的这个东西，它是长在地底下。长在地底下的蔬菜，快想一想哦。小朋友好像有一些答案了，但会是哪一个呢？嗯，还是来听听第二个提示就知道咯。好的，船长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吧。谢谢船长。哇，绿色头发，橘色衣服，意思是说这种蔬菜它的外表有着绿色头发橘色衣服哦。耶，虽然我不喜欢吃这种蔬菜，可是听说它有好多营养耶。没错，小白兔很喜欢吃它哦，而且吃了它眼睛会闪亮亮哦。哇，那我要多吃一点，眼睛就会变得闪亮亮。小朋友有答案了吗？那接住之前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大声说，答案是什么？红萝卜。我们的答案是红萝卜。是红萝卜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长在地底下，很有营养的绿色头发、橘色衣服的蔬菜，就是胡萝卜，也就是他们说的红萝卜了。哎呦，他们猜对了。猜对了，耶！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是好喝的蜂蜜胡萝卜汁哎。哦，闪亮亮，你看我的眼睛变得闪亮亮了耶。真的吗？你看。哇，闪亮亮的耶。
说再见，悠悠点点名，等你来点名，拜拜。悠悠 YouTube 有好多精彩的卡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。除了订阅我们，如果小朋友还想看。